好啊，就是我觉得地图一直狂死，对，好看呢。好，我们换一张那个他的别的，然后玩那个职业，反正他职业很多很帅嘛，试试看。OK， 那职业会不会是鬼的职业啊？没有，他人类跟鬼都有很多职业，哦。可是不晓得是怎样选，不是就是有办法自己职业场吗？我刚点他好像没有用啊，还是他是随机配职业选啊？哦，随选啊，洋洋乞丐。Okay, 哦、职业会是什么都不知道，好不好？逃生者，逃生者。洋洋，你等下就会懂我的痛苦了。等一下，为什么变两个二零啊？巧克力也在。你巧克力，你到底是二零还是不是二零？你到底是二零还是逃生者？你的位置有点尴尬，我是巧克力。你的位置有点奇妙。我这边出现，就是不是我的职业，我这边出现两个职业，我不知道我是哪一个。那冲，可能因为刚多点一次，重置一下。好，重点一次应该就有了。好，来喽。好，双龙秘境。啊，杰克啦，杰克。刚刚死八次嘛？哇，这个我喜欢。哦，有哎，就会懂了。职业各自分啊，有我会气化。你们有看到职业是不是？有，我有，我有。好，那应该就有。我这一次没获得职业吗？我会七七七，你是平民啊？点人都知道。我是平民，我是平民，平民还有平民这种东东。有副职业啊？嗯，有副职业。哎，我懂卢比为什么那么……哦，没。嗯，你等下就又黑了。哎，没有他的不同，他不同姿势，所以会有不同的。他感觉超强哎！不要挤在一起，不要挤，可能修就好，不要挤在一起。那为什么我是平民？这游戏真的蛮难玩的啦，是不是？你是点平民。你懂我们痛苦了，感觉是平民。没有，鹿鸣爽有什么？啊？你有什么东西？我有两颗地板工人。我都没有，我难过。我大概知道为什么了，哎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知道啊。杰克，我不想知道，你不要靠近我。不想知道啊，你自己知道就好了，跟我们屁事。我们连死八次什么都不知道。什么鬼？什么情况？对，我放技能中毒了，中毒了！你们是怎么中毒？哎，不是啊，我把我的剑 Q 出去了，不见了。八七，他 Q 可是还是有人被关起来啦。救我！哎，真的哎，他手点他很坏，他很 bad 的。可以送我一把刀吗？可以送我一把刀吗？哈记，我觉得你空手就可以打赢我们了。给我刀！哎，还是不用救我，剩两个解码器。哎、欸，对啊，怎么剩两个？好快哦！你怎么接那么快？哇，还得直接跳下去帅！救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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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！哇，怎么笑了？终结了！声音也太好笑了吧！我死掉啦！讨厌！反击你还会不会死八次？不会。希望不要死八次。对，你是正常人。是被修过的吗？嗨。修过的会变成那个是海灵精。哎呦，大声哦！我也不知道，超大声。伟正，我没有刀子。好吵，杰克呢？到底在哪里？还有一台。嗨嗨，杰克，你追不到啊！你那只速度好慢啊！哇，我被关起来了。为什么你被关起来？我不知道。你踩到追我啊？不是，我刚才中毒。我好像踩到什么？中毒是他的技能。有人，有人。他在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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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不是，没事没事，杰克，你不要过来，继续开，继续开，继续开，感谢你们，感谢你们，没事没事，继续开。哎，你要踩到大门在哪？大门在哪？有吗？开，他自己开了，开了，开了。你们看，三个人，三个人这边，这里这里这里，这里这里哈，三个人这边。啊，你被扎到了，这技能是丢，技能是 Q 出去是不是啊？多了，哎，要换放副手，我刚 Q 出去，我的刀子就不见了。哦，原来是放副手，原来是放副手，走喽，走喽，拜拜拜，二零八。然后治疗都没用，那是谁？还有一个啊，还有一个啊，不是丫丫，你有摸到我吗？不是啊，门不是开着吗？你不是他被装进去了，他被抓进去了，他在监狱里面啦。杰克刚刚有碰到我吗？
没有吧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我刚才是莫名其妙被送进来。我跟你讲，我是踩到莓果就被关进去了。这个他应该是侦测有扣血的就进去，所以有可能是啊出来了。哦，谢谢啊，因为这个场景的莓果啦，啊、应该是莓果。莓果踩到莓果，你踩刚刚踩到莓果，踩莓果吗？前面、对对对。嗯，你要踩久一点，多踩几下，多踩几下是啊。其实我应该没有伤害吧？中啊！我的手应该没伤害吧？我算是五颗星。死亡，莫名其妙，好神秘，魔术王，不知道。二零，那个地图优化一下，我二零。什么？他自己也死了？是啊，是啊，我投出去了呢。他说你死亡，为什么？死亡？他怎么第二个先投出去？我投出去了呢。看来我们逃生者中可能也有恶灵在。嗯，我也觉得。看一下，哎，确实逃生者中有恶灵哦。我想说一下，那个当鬼的话不要跳，跳的话会给你失明。哦，所以不能跳是不是？哦，对，你只能走。进跳有进跳啦，有进跳。哦，一跳你就失明。嗯。哦，难怪我一路失明。不跳。对啊，那他这种问题，我们就看二零啊，二零，二零哦，二零哦。你是在讲那个二零还是我？他已经疑惑了。二零满头问号，傻掉了，哪一个嘞？二零满头问号，二零再比二零啊！我去。所以他这个金跳子对鬼有用，人是没差的。对对，我想说那个是什么，一直都没有，原来就把它打开啊，鬼也可以跳那样子。嗯，对啊，对啊，我们下一张啦，下一张，下一张，下一张，这个优化一下。哎，是不是知道二零玩就好，二零玩就好。职业，哎，二线，没有，就下一张，下一张，下一张，我们还有第三张，别怕，别怕。好，二零哦。二零哦，逃出去请求一下，有人说逃出去出车祸啊，啊，所以也死掉了，我觉得不行，没看好过，没看马路就过去了，记得进来了，哎呦，来，哦，我自己看都觉得很厉害啊！哇，太酷了！哇，凋零风暴，哇塞，好可爱啊！打死中箭了，哇塞，对呀，什么什么，他是拔不出来，他是叫我们进去吗？进不去，他在勾引我们，他在放方块，我扒他裤子，你不要放他了，别扒，别扒哦。那个 FBI 要去敲门了，FBI 要去敲门了。头被掉下来了，圣剑，头也掉下来了啦！你在干什么？看那个，超猛的！等一下，剑什么？EX 咖喱棒，嗯，强力王。其实蛮酷的，你为什么要扒掉人家东西？我有钻石装，我比较厉害。怎么玩这里？说明书在这边。说明书，说明书。哪里？选哪一本？这叫做《凋零风暴》。哦，凋零不是二零风暴，好吧，不用担心。二零风暴，凋零者，哦，幸存者。杀戮鸟有四种，凋零者有四个职业可以选哦。生前气，哎呦，幸存者如果被打到就会被感染，感染游戏，感染游戏，所以也会变怪哦。僵尸，那要怎么赢啊？哪里？生存指南吧，经济系统，不不不不不，便利店。唯一的赢法就是躲，被发现就跑，被打就弄上去，好惨哦！击退二哦，让钱打掉呀！我幸存者一开始不必宝石，这样地图凋零风暴啊，它就是幸存者方跟凋零方。那凋零方就是你碰到人，碰到幸存者就会可以感染他。嗯哼。对，那幸存者的获胜条件就是可以看到右边有那个时间300秒，时间到，幸存者就会获胜。
然后你们可以各种调时间、欸。可以不要用黄色字体吗？看不见啊。第六页可以帮我翻译一下吗？定身白的我也看不到。定身大法，然后嘞，滞留20秒，20秒缓速药水。哇，你怎么看得到啊？嗯我反正那浅色看不到，隐形大法隐身20秒，超看不清楚。哎，是啊，努力的在看。反正很多东西，我觉得玩了就知道。他还可以赌博啦，对，哎，江湖骗子，好，嗯，可以赌，可以赌，嗯，好。一开始300秒，反正预设300秒，我们就先预设300秒。他第八页的格式错了啦。一键设定，设定完毕 ，OK。随机分队，昏、陈、杰克、凋零，又是杰克，是坏的，就是你，坏的，可以拔剑了吗？拔剑，哦哦，厮打刀来喽，绿宝石，国库四天，你这样只有一颗绿宝石，我来看一下，江湖骗子，抽奖的，抽奖的，抽奖怎么用？哎、欸，时间没有动，没有，因为我还没出笼。哦，还有彩蛋，职业，哇，子投入此处，看到巧克力耶、哦，要换子、哦，不能拿，还可以抽奖。啊，哇，哦，巧克力，你看你在左边，哎、欸，真的，哎、欸、，It's me， 哎、欸，你在左边，巧克力，哎，是哦。什么？哎、欸，他要出笼，他要出笼，他要出笼了！我要出笼咯！我什么都没有。什么？二零没有选，欸、不是那种杰克没选职业。翻到100页，我有选职业。你有吗？不要上去，不要上去，下来一点，下来一点，下来一点。我这边，那他有个小 bug。被发光了！哇，亮了！无所遁形，我们都显形了，不灵不灵的，不灵不灵。哇，沿路，那、欸、是什么鬼地方？第四个哦。刷钱在哪里刷？哎，别看他上来的位置就好，看他上来的位置就好了。露水人从此爬上来。等下，我还没被感染。你还没死，你还没死。你还没，你还没，你要打到死。啊！你要死了，拜拜。为什么？当我的伙伴吧。哦，自己刷钱太快了啦！我们做朋友吧。他会隐身吗？哦。哎，不是，杰克怎么发生的？我刚刚就看你发光啦、啊，怎么了？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，跑起来！哎，彤彤你在打什么啊？哇，这是刷钱的。哇，你现在在洗钱哦？干嘛啦？给个体验啊，体验啊，一下，看到一个杀一个吧。说好的300秒，怎么变450秒所以不能打他吗？还是可以打他？你可以打他看啊。不要动啦，不要动啦。你可以去打。可以啊，可以打。我有不会扣血啊。哎、呵呵秘密，我怎么都呵呵秘密。呵呵秘密。你有没有体验到哦？四个人了。为什么喷一大堆书出来啊？翻到100页你会发现。我刚刚喷的。哦。我想说，说不定他会你会痛吗？来打我。我在打你啊。不会不会。为什么？我都换棒棒了。只能用棒棒啊。别死啊！大家努力活着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想买东西。等一下，哎、欸，是不是有？不是，当你说等一下那瞬间，嗯，你已经被敲死了。哦，原来这边没屏障，我以为是有屏障。没有屏障，不行啊！一定还是要 OK OK 懂。那可以怎么去楼下的？很难嗯，真的吗？阿基就扣你了，阿基啊！你吓到我了，杰克，我跳了一下，我这我抖了一下，哎，对，我刚抖了一下，干嘛啦？300秒啊！救命啊！哎，为什么我还是好久？对，为什么你还活着？被你砍死了吗？你死死苏醒，可以把你无所遁形。对啊，阿雷，这是什么鬼？没感染到是？再感染一下，还没有感染好哎。那个病毒刚好瞄在嘴巴那边，可能要帮帮帮帮帮，咬一下。发光太久了吧，傻眼。帮帮帮帮，不要啦，杨洋。繁星又复活了，繁星。干嘛？繁星，我怎么会复活？你怎么来的？你奈迪加，你奈迪加，你奈迪加，你奈迪加啦，你奈迪加，这是变号了，还没补汤啊。我变号了，
你又知道了。你的血啊，那不丢啦！我原来这里有可以爬的、啊，白痴哦！我跟你讲为什么，我刚被杰克砍了四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我说，我生气，我生气，砍四下是不是？我不想开一百页，给我体验。